張開平，今天在我 Quinton 身邊有 Fiona 黃淑曼。Hello，Quinton， hello。Hello， 你好。我今次跟你傾偈，因為你派新歌。係。呢首歌叫做《我的受保護動物》。我的受保護動物。係。好啦，我的受保護動物點解會是你的受保護動物呢？其實咧就係、是、首先呢首歌係一首情歌嚟嘅，咁、我咧就係啦，好 sweet 嘅，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啲 sweet 嘢嘅時候，我就喺度諗啊，平時我做啲乜嘢係會 sweet 到我身邊嘅人咧，或者伴侶咁樣咧，我就諗起啊，當我講我保護你啊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好即係笑得好開心。咁但係我未必有呢個能力嘅，咁即係都係講笑嘅。唔係，所以咪就係個反差，人覺得好開心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就變咗，咁不如做個主題係啊，我保護你啊咁樣。咁同埋其實當時係我哋寫我好寫好多 notes 俾填詞人嘅阿謙嘅，係啦。咁然後其實成我的受保護動物 end up 其實係阿謙諗出嚟嘅。哦、oh, ，OK， 但我就有寫到啊，我好中意講我保護你啦嘅咁樣咯。OK， 喂。我保護你呢句嘢係嚟自你多啲嘅，咁其實由幾時開始有呢句口頭禪出現嘅？冇喎、啊，真係唔知道啊，追索唔到幾時有，純粹就係、是、可能突然之間就會想講一句啊、哎，有咩事我保護你啊，有咩事我保護你、啊。你有咁 strong 嘅咩？喂，我扮嘅啫，係啦。我印象中明明應該受保護嗰個係你嚟㗎、大家都係咁講嘅，但係就係咯，我覺得其實保護呢家嘢係雙向嘅，即係譬如男仔當然喺身體上面可能係會保護女仔多啲啦，咁、但可能喺思想上面其實會唔會好多時候都係女仔保護男仔同埋 support 佢哋咧咁樣？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保護係。有很多不同的保護的，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okay, 層次有分別的，是的 OK， 一些可能在、physical 方面很實質的，就可能男士的外形上他會擔當多一些啦、但是可能在一些、emotional 上面多一些的東西女士會很實際一些、好了，喂，那我的受保護動物今次阿謙去幫你填詞啦，你就話係其實呢句係佢俾翻你嘅一個功課咁樣交翻俾你啦。咁、同時間曲方面有第三次同 JRE 合作，係。我想問一問先，其實喺你今次開自己 solo project 呢件事啊，要去揀歌，要去揾屬於黃淑曼想做嘅音樂嘅時候，你有冇份去揀呢啲 demo 定係呢首歌係點樣出現嘅呢？其實有的，因為、其實今年呢我出了第三首的了已經、yes. 是啦，咁 I'm All Alone 就是因為微電影的而誕生的一個主題曲咁樣、然後有劇集歌曲啦，劇集歌曲《二三除的時間線》，咁之後、okay. 今次呢多謝多謝，今次呢是真的叫做即係休息了咁久讀完書回到嚟重新出道的第一首。真真正正自己 project 嘅歌曲，係啦係啦，即係唔關其他嘢事，而真係for你去誕生嘅一樣嘢。哇死啦！原來係你讀完書翻嚟第一首嚟㗎咋？係啊，其實係好突然嘅，即係好突然，亦都覺得一開始我都有諗緊究竟啊要做啲乜嘢主題嘅曲風，同埋喺 planning 上面我都有少少棘嘅，即係覺得啊。我要唔要做一個好似三部曲咁樣嘅故事啊？定係應該點樣去做呢？咁又當時就好多嘢諗啦，又唔知點決定咁啦，咁就唉唔理啦，聽咗 demo 先啦咁樣。咁跟住咧，我嘅 A&R Vicky 佢就俾咗一啲歌我啦。咁今次 Vicky 都係做 producer， 係、啦，做埋監製咁樣。佢都由細湊到你大啊！係啦係啦，咁所以我諗佢都了解我嘅聲音。咁所以佢就俾咗好多嘅 demo 我啦。然後我就喺度聽緊 demo 嘅時候，我就突然之間聽到我的受保護動物嘅 demo 啦。咁俾我嘅感覺係好 sweet 先啦，首先，同埋佢係嗰啲咧，好似八九十年代你去睇戲嘅時候會睇到，坐喺個的士入邊，然後可能係旅行緊嘅，咁出面係落曬雪咁樣嘅嗰一種情歌嚟嘅，佢個 demo 係咁樣。O K。咁然後我就突然間就，我好似冇出過情歌，即係冇唱過好 sweet 嘅情歌，我有失戀歌啦，有勵志歌，都有啲好 positive 嘅跳跳扎嘅歌都有，就係冇一首好 sweet 嘅情歌。咁所以我就覺得，竟然有我自己嘅諗法可以自己揀，咁不如我哋做啲未做過嘅嘢啦，咁就揀咗情歌咯。揀一個係好 sweet 嘅方向嘅情歌去表露你呢一面出嚟，因為之前未有機會
係擺喺你嘅 solo project 裏邊度。係啦，係啦。喂，咁其實一個好 sweet 嘅你，嗯，平時見到你，我哋可能會覺得啊都 sweet 嘅，咁、但係要將呢件事放大嘅時候，有冇難度㗎？咁又真係好似冇本色演出嘅，相對簡單對我嚟講，因為都係笑啊，即係 sweet 啊，開心啊 ，enjoy 咁樣，都係我平時嘅嗰個 character 咧叫做。同埋我覺得最好笑嘅係因為個詞同埋成個曲風，佢真係好貼切我想要嘅嗰樣嘢，係、一樣好，你會 feel 到佢個音樂性好強啦、然後啲詞係超級 sweet， 好似已經有個特定人物喺度咁樣啦。咁其實成份詞咧係有填曬我 job 到嘅 notes 噶，即係阿軒佢填曬我 job 俾佢嘅 notes。你寫咗幾多字俾佢啊？唔係好多嘅，唔係好多，我都係 job notes 嘅啫。即係譬如我有寫幾句就係、是、啊，我中意揸車好型嘅男仔咁樣啦。我中意我想同對方一起去芬蘭過聖誕節咁樣。即係呢啲咁樣嘅 notes， 佢全部都有寫喺份詞度。咁、所以其實成件事好 personal 啊。已經係個人化咗呢件事，咁所以其實係好容易去做到咯。O、okay, K， 即首歌裏面有好多真係屬於你嘅片段喺度、或者你一啲諗法喺度。咁記仇係咪你嚟噶？係，係嘅，係因為 relationship 入邊係啦，我都算記仇嘅，即係好多陷阱俾人踩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係咯，係。喂，咁究竟呢個 sweet girl， 你想去保護另一半嗰個心態，但係同時我見你，咦，又蝦緊佢嘅喎，又記仇嘅喎，咁係個咩狀態咧？你拍拖嗰陣係咁嘅？我諗應該係啩，因為我其實係一個野蠻女友。可唔可以咁樣講自己呢？真人拍拖嘅時候，我覺得會係嘅，但係我唔係嗰只真係唔係真係野蠻嗰只啦。當即係你唔會扯個頭髮。係啦係啦，扯頭髮都會。但係係一啲偏 sweet 嘅欺負咯，即係嗰種感覺就係、是即係譬如我對住我自己只貓啦、我每日翻到去咧，我就會攣住佢。哎呀，你點解可以咁得意啊？咁呢啲就係對我嘅角度嘅欺負啦。OK， 係啦係啦。即捉佢，即見到啲 B B 好得意，捉佢嗰啲感覺啊嘛！即其實係一個好 sweet 嘅欺負嚟嘅，但係咧淨係得我可以蝦你嘅，因為佢係你嘅人。係啦，如果其他人蝦你咧，我就唔得噶啦，我就會起曬槓噶啦，即刻係啦。我個霸道位喺呢度。係。我即其實都係宣示主權啫。係啦。但係欺負呢個都係有嘅，即都有欺負嘅成分嘅。Okay, okay, okay. 但係呢個係一個情趣嚟嘅，其實都係。係。是不是呢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會將它投射在動物身上，好像易 get 到一點、因為你對著自己的寵物、貓、無論狗或者你自己的 BB， 你都是有那個只是我可以蝦你的那個想法在這裡的。 OK 那今次用一個這麼 sweet 的態度去唱，你都說其實之前的歌未有這個曲風出現過、那其實這把聲音都沒有怎麼用過、其實是難的，即係今次嗰個演繹嘅方法，我發現咧每一次唱親 Jerry 啲歌咧都係難嘅。佢嗰只難係好有深度嘅難，即係唔係一聽就會聽得出嘅。係主要可能係因為啲字比較密，同埋啲個音域都闊啊，我自己覺得。而今次因為係一首比較 sweet 啲嘅歌，咁所以其實盡量喺 focal 上面咧，我唔會想咁爆。不要唱到它有失戀歌咁樣，係啦。咁所以就我有很多高音的位置都選擇了去用假音啦，同埋要特登壓低自己的聲線才可以做到那個效果咯。反而要壓低啲啊？因為其實高音嚟講咧，你越放出嚟，越用 chest 係越容易去唱嘅。for 我嘅話，咁但係今次是要 sweet 嘅感覺咧，如果你用咁多 chest voice 去做咧，就會變咗。好惡噶啦，係啦，好惡噶，就真係幾萬女啦，咁所以就要用假音啦，同埋要壓低個聲線去做一啲好空靈嘅感覺，令到成件事係真係 sweet 啲，同埋可以表達到個意思咯。咁反而喺呢一部分，我係覺得有困難，因為我錄緊嘅時候其實病緊，病嘅時候咧 chest voice 冇乜問題。但係啲假音冇曬，咁所以都真係開咗好耐聲先做到咁樣。
喂，其實已經是第三次攞到 JRE 的曲啦。嗯。三次都是收 demo 的。係啊。其實有冇諗過話，誒、欸、三次都覺得個效果 OK 喎、啊，不如嗌佢 tailor made 首歌俾你啦。其實都好喎、啊。你咁樣講，我又冇，我真係冇諗過 tailor made 喎，但係都好似係一個幾好嘅諗法，我可以問一下佢，睇下會唔會有興趣一齊作曲咯，都一齊作曲，係啊，都幾好玩、哦。你想玩作曲多啲？係啊，係啊，因為其實 I'm All Alone 嘅時候，自己都有份作曲嘅，咁、其實係好有趣嘅，我覺得嗰個過程，因為今次實在係時間太急啦，咁所以即係冇咁多可以參與嘅部分啦，但係下次我哋如果有嘅話，就可以 plan 定先。咁今次係 MV 部分要演一個好 sweet 嘅女孩子啦，但係點解唔俾翻個男主角你呢？係咪驚你虐待得佢太犀利啊？唔係嘅，定係唔俾你太親密啊？唔係嘅，純粹係我自己係我提議㗎，用呢個男友視角，因為我喺度諗，揾個 MV 男主角揾邊個好呢？定係不如試下用男友視角，因為我自己睇呢一啲唔同嘅 MV， 我覺得男友視角係好玩嘅，即係等大家可以有啲 fantasy 啊嘛，即係你可以俾我自己代入，係啦，你自己代入咁樣咯。因為其實當然我都會即係成日都好想恭喜師兄，即係揾個好靚仔嘅男主角，當然都係一個幾好嘅提議啦。咁但係今次呢首歌，我覺得是自己一個人玩好玩啲嘅，唔係因為你都話你之前啲歌可能有啲好勵志嘅嘢，又或者慘過都有，揾個男主角俾你有錢唔係好對路，今次打正旗號俾你拍拖喎、啊。下次咯，再整一首性情咯，因為 我自己有諗過嘅，因為首歌叫《我的手保護動物》啊嘛，咁我哋都有構思到擺一啲動物喺個 MV 入邊嘅，咁我哋揾咗一隻柴犬啦，佢叫一姐啦。係啦，好乖啦，仲有我自己嘅貓貓咪哲啦，大家都會喺個帶埋這隻貓。係啦係啦，咁就大家都會喺個 MV 嗰度睇到，咁就會覺得哇，好驚太多嘢啊，我會驚。嗯。係啊，同埋驚一日做唔曬，因為控制動物咧已經好難啦，仲係啦，仲要兩個人一齊控制嘅話，就會再難少少咯。我自己會覺得。O K， 喂，咁但係自己一個去拍獨腳戲呢件事啊，自己對住嗰個鏡頭就係個男朋友咯，尷唔尷噶？還好喎、啊，又真係，即係我覺得，好似同個鏡，即係咁當然有鏡頭，有個 cam man 喺後邊噶嘛。咁我都要多謝阿 Danny 啦，即係我嘅 cam man 啦，今次嘅佢，因為我哋都合作咗好多次嘅咧，所以都好熟，大家都咁，所以我對住佢又唔係好尷尬，我純粹好似玩，即係同佢玩咁樣啫嘛，係咯。同佢玩，所以今次啊有一個男友視角嘅 MV。男人就唔喺度啦，不過你可以自己代入嘅。好啦，有一個好 sweet 嘅Vienna， 我哋見到聽到啦，今次。咁其實今年，咦，你開翻自己 solo project 喎。咁嘅計劃其實會係點呢？其實就嚟緊都希望有更加多自己嘅音樂可以出啦，因為上年出咗女團之後，叫做重新出道。咁所以就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 solo project 啦。咁當然我的手保護動物係第一首真正屬於自己，即係重新出道後推出嘅單曲啦。咁但係希望未來就陸續有嚟咁樣咯。我咁呢樣點算啊？呢樣都有籌備緊全歌嘅，但係就好似都需要啲時間，所以就交俾公司嗰邊去處理咯。OK， 唔緊要嘅，相信發展。總之我哋等住就會有 Vienna 嘅新作俾我哋聽到噶啦。咁下次再傾偈啦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Bye。